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。上海中心气象台世博气象台于今晚发布世博园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，预计一小时内有雷电活动，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，请您注意防范。Dear visitors, good evening. Welcome to Expo 2010 Shanghai, China.